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大家好，我老秦，我人呢已经在桃园棒球场了。今天是阿米趴第三天，那前面的时间呢，其实我们乐天女孩已经在中区室先把我们的开场舞都排练完了。因为今天非常非常早集合，那因为我们场外的时间比较早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场外活动开始前就把舞蹈都排练好。那今天乐天女孩也是有开场的哦，也是会带来精彩的演出，而且多会也会一起跳。昨天呢是林祖维初登场，那今天是他的第二天上场，非常非常期待他能够轰出去的。现在时间就是球员练习时间，那女孩们也准备跑场外咯。我们等一下米趴就开始了，加油！哇，是我们的郭宏志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今天是特别来看林子伟的吗？我们来看所有的球员，所有球员我都爱，不是只有只爱他。都爱都爱。他这一次加入我们桃园乐天桃园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？很棒啊！我就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回来台湾，然后又在故乡面前打球，那是超棒的一件事，跟我那时候一样。没错没错，我很久没看到你们家女儿郭宏志的女儿呢，也是在我们苹果家族上过课，但我很久没看到她。怎么没看到你们家女儿来上课了？没有，她就运动啊，其实也会了，找时间在一起过去玩一下。没问题没问题，欢迎欢迎，谢谢。
以很少坐在这边，坐在这边感觉如何？觉得很轻松，很轻松。但是刚刚听到音乐的时候，差点要站起来。职业病，职业病。对，下意识要站起来。这边其实还蛮舒服，但是因为我们坐在第一排，是看啦啦队这太近。虽然是海景第一排，如果你们要坐的话，就是坐我们的位置二三排以后，连视野是最棒的。对，还有女孩也是最漂亮的。没错。这个是这一次的活动扇，超可爱的。本人在这里，有像吗？哎呦呦呦，好美哦！本人比较好看吗？照片比较好看。我东西啦，东西好，对对对，都很美。这个回家就是拿那个奇异笔开始画鼻孔啦，开始画鼻孔，鼻孔画大，然后画皱纹啦。很正哎、欸，很正哎，有小青春，我今天很像 Rina， 对，因为长发，然后又仙女，妈妈穿靴子，对，没错没错，辣妹辣妹，来，欢迎我们林志伟，我是乐天的舞蹈总监陆小晴，初次见面，你好你好，乐天是你的初登场，有没有感受到乐天桃园桃蜜的热情以及应援团的热情？当然有，因为就是。在美国不少有这种机会，能够遇到这种球迷的热情和激情。哦，那你看到球迷们大家一起跳你的应援舞，你会觉得很激动，而且你在球场认真打。在球场上比较专注啊，比较没有看到或听到自己的球。当然了，就是走上去的时候还有听到。其实你这一次的舞蹈啊，是我编的，我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。想问你，对于乐天桃园有没有什么目标？目标啊，那我最希望就是能够冲进台湾大赛，然后能够拿下冠军。嗯，因为我们的球迷非常非常支持你跟喜欢你，有没有什么话对他们说？我希望乐天桃园球迷继续能够为我们乐天桃园。嗯，好，谢谢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要去看若彤中场表演了，现场支持。若彤，等一下就要上台。You were burning like a summer in my heart till you found another northern star following a lover right out of my ocean。可以，明天。
这就公开出发。徐艺，你下雨了是不是？好扯哦！真的，你看一下你脖子。你下次带浴巾啊？我现在直接都带毛巾。不是那个明星赛的那个毛巾。赞赞赞！支持中职。你下次直接带浴巾啊。好。哇，辛苦了。高铁。真的。刚刚选手的球棒直挥到主审，然后而且非常的大力，主审立马后退蹲下来，这样子哇，我看的也超级痛的。然后还好防护员有赶快就是上前去观察一下，对对对，也观察看一下伤势如何，也有帮他做一些紧急的处理，帮他把整个手包起来这样，但应该是看起来是没有大碍，所以他就选择继续完成这场执法。而且苏建文老师是现任在位执法最多场的主审。加油，希望你没事。没事你。Thank you.
到嘞咯，生涯首到。结束了，很可惜没有赢球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最后呢还是可以看到赛后表演哦。今天的赛后演出也非常的精彩，不只有我们的球员会唱歌，然后今天还邀请到实力派歌手，对，有罗美玲，爱一直闪亮，原来爱一直闪亮，现在说一个人坚强，我瞬间起鸡皮疙瘩，你看苏杰，苏杰，有吗？还有江美。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掉对你的依恋。哎呦！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先这样。最后一位是许茹芸。如果云知道。你看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有惊喜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拍不出来，但我真的起鸡皮疙瘩。天哪，太好听了！我们今天肉童中场的演出也非常的好听，我在前面边拍边摇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到肉童的 IG 听完整版呢，耶！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喜欢影片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好啦，那喜欢影片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哟。好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拜拜。